我要哪做才让你改嫁改婚？只要你会当做我这两行，我做啥我拢甘愿。你爱食啥，那我袂爱食。哎，过两天吼，我嘛想要甲阿王因因两搬呢，看有法度哦，阿达波收费无？阿叔，你袂晓食荤就莫食荤啦。你明明知影哦，食荤哦，敢那歹个无好个，食荤会得着心脏病啦、肺病啦，还佫高血压，还佫中风呢。你莫食荤啦。你跟我无同款啦，啥物无同？我原本就会晓食薰啊，啊你会当戒啊？啊，不过戒薰哦，需要足大的耐心、恒心。啊，不过我动脑筋压力足大，我甲你讲哦，我要过店，我要开娃娃车，啊，搁做乐队，啊，搁要做水电，哦，啊，搁要修理迄个电。你哦，你真正想要讲的吼，应该是我叫爱动脑筋才对。嘿，阿秋，在这世界上哦，上了解我的人哦，就是你呢。嗯，你知影哦，我逐天哦，我对付足侪人哦，尤其是哦，迄个阿王啊，哦，你唔知影，迄天哦，伊带一个手表啊，哦，伊讲哦，伊竟然甲我讲哦，内底我投资一大半的钱呢，伊还佮甲我讲哦。伊想买奥多拜啦，即马欠着恁啦，爱我继续投资啦，嘿！你听看，安尼话啊，足听着足生气的。啊，佫阿雄，伊甲我讲，嘿，讲要甲伊阿妈过生日，吼，爱我甲伊投资啦。这啥物话啊？敢若我是因的银行吼，领钱都唔免扎裤啊，甲因啦啦，嘿！气死我！对啊对啊，你听了后，你会生气呢。所以哦，我应该哦更加拍拼，更加。你一个死人骨头啦！我是讲你把我气死啦！哦，我问你咧，你敢袂惊把家伙拢输了了？惊啊！啊，你敢袂惊你食伤侪薰，啊倒落死翘翘袂振动？嘛惊啊！啊，你搁找遐侪理由？我有嘴讲甲无烂爱你改，安那讲你拢无效呢？你是毋是真是爱等你倒落啊，袂振动啊，你再来哭再来后悔？那真是到迄个时阵，我要安怎？现状甲美丽要安怎？真正是到迄时阵哦，就要凉拌炒鸡蛋。我爱改。真是的哦，你真是会改哦。妥当的啦。
对啊，是啊。就凉拌炒鸡蛋嘛、怪公哦，有人酒醉，剁枕头啊嘛袂改，我爱改，我爱改啦。哎呀，舅啊，来啦！莫爱莫爱，我莫爱挂啦。真的还假的？来啦，莫还佫假说你啊，来啦。我酒醉，我莫爱挂。紧啦，我即马手机正咧衰咧，你无较机会甲我抬两步，来啦。歹势，阿舅啊，紧的啦！好啦好啦，歹势，明仔再过界吼。来啊来啊！金花啊，哎、欸，恁这不讲十点以前还要回来，怎么十一点半呢？你到位啊？你老实讲啦，你是不是出去做什么没赚钱、没了钱的代志啊？姐夫，不瞒您说了，姐是去帮人家住面嘛，然后再去收要在医院的钱。什么收钱啊？你电话都不要讲，你个木款、啊。对啦，对啦，我都是好代志啊。我看是做好代志。对啊。嗯。哎，甲家己店囥伫遮有钱袂趁，才甲家门去做别人的代志。嘿，你讲的是咪头壳有问题啊？好代志。嘿，我都唔相信哦，有人咧食饱用用，有钱无底用啦。真正有遮侪人咧关心因哦。我都不相信啦，天下有这种念头，你想一下，有材料可以替你收啊，叫你管啊，无恁啊，你有管钱哦，先举手我看卖啦。你拢有管？无你管偌济？一百。啊你呢？五百。阿妈你呢？还交五百。啊你呢？一间平房三十万。三十万？嘿，是对啊，唔对啊？啊，恁真正都有管哦？有机会吼、哦，帮助别人吼、哦，这是最好大个代志。少年呢，会当救人就是菩萨啦吼。啊，每一日会当付出就是一日的菩萨。华人的师要起病。每大家为这间病院供职福田，就是所谓的福田一方，邀天下善士，新年万蕊，造慈济世界。嘿，有影无影？您真正拢关心哦？是有影也是无影，阮无真正这么有办法。阿姨迄个师傅
敢真正这么了不起？我真不相信，因这么简单就让人说服。明威啊，你老实讲，您这是对于这行做念，做念啥？啊，做念哦，就是。你替死人念经对无？哇，这人真贵。你管了这？一百。啊，你呢？五百。阿妈，你呢？十五万。啊，你呢？一间平房三十万。哼。唉。阿公家的啦，都已经这么多人在做好代志啊，若无欠我阿贵一个啦。咦，那阿姑干嘛？每个月嘛捐两百块。嗯，啊，另外甲伊嘛有，我的确有关系啊。哎，你哪里出来？什么时阵回来？无啊，我咧还袂出去啊。你免开车啊？嗯，啊车着家己啊，免纳租金啊，走啊辛苦袂爽啊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啊？你这什么心态啊？啊，什么家己的车着免开车啊？若知影吼，都会买车给你啦。哎，你口口声声讲你买车给我，你毋通袂记呢？哎，买这台车我家己嘛有出钱呢。我欠你偌济共款呢，甲你讲啦，无你稀罕啦。是啦，无你稀罕哦，谁在用我的钱？嗯，啊，都不用白不用啊。哎，你讲这话是啥物意思啊？啥物意思？我知影啦，你足敖的啦，你敖趁钱嘛，吼、哦。无闲无顾，把钱捐出去给别人用，吼、哦，讲一条条大道理。哎，我你的翁婿呢？我计较这么多，谈什么爱心不爱心啊？我跟你讲啦，自己做不到的事情，什么道理都是假的。嗯，煞不要讲话啊，心虚啊，吼。哎，啊，你不是最爱跟我硬吹硬气？讲啊。我无要硬你。是因为你讲的拢真有道理，本来就是啊。我无要应你，是因为我的师父叫我爱做知识妇。我真够趁钱，啊，不过我袂那以女强人自居啦。啊，好啊啦，好啊啦，免阁甲我讲一大堆这大道理啦。嗯，我唔管哦，你即摆要做什么妇哟？我敢那知影勤俭能致富啦。啊，你哦，想我卖达做啥？
那多命妇又要把他毒死，弄了一大堆。我真认真甲你讲哦，从即马开始哦，不准你甲我做主题，尤其迄什么哦，什么替王先生念经的代志，迄叫做走量啦。什么走量啊？你知影无？这个代志是足歹结条的呢。哦，你这人哪遐迷信啦？每一人拢有迄一天好无？你惊啥？什么迷信啊？我毋是伫惊啦。这物件若出来伫带水，你知无？我毋是甲你讲假哦。你若是搁敢去做，你甲试看卖。走了，有一天吼，我一定爱替你走了。啊，动作紧的啦，我等下搬家伙。阿伯啊，阿伯啊，阿哥啊，你好，哪出门了啦？来，总家，阿良，你两台，你真厉害，台你一台啊！真好，阿秋你加款啊！只要告诉你，你不快登车，错，看一下。大哥啊，你的人客啦，啊，好啦好啦，阿伯换你啦，嘿，哦，换我啊好，我请你啊。是啊，兄弟，阿仔今日手气足歹哦，你坐即位爱说你。哎呀，免啥注意啦，即工人都无共命嘞，同款无共师傅啦，恁哦，大家皮哦，底较硬的啦，吼、哦，来。你看卖就知啦。发白啦，发白啦。啊，你稳，你稳，你稳。啊，手气，互你改一下。倒一下，吼，来来来，发白发白。来，好来好来啊，较紧较紧的啊。哦。喂啊，你赢袂少呢吼啊！赢歹势啊，今日手气较好一点嘛。等我来吼，让你通杀。哦，我紧我紧，做你来。还要伊哦，我感觉我去走袂掉。就安尼啦，今日咯，煞休困。我讲较早，啊，即摆半暝两点外咧。阿公啊，你这支手表爱偌侪钱？四千外吧。四千外块？嘿，遐尼海克拉斯，阿公啊，你坦白讲哦，内底我投资偌济？你头好莫问，讲出来你会气死。有时阵哦，我真正想就无爱博啊。啊？啊，你到头壳啦，至少嘛有六七十支分。这分哦，会当分死一只牛呢，而且是人啦。唉，咱两个是安那，遐尼爱食薰啦？我实在有够歹命，
了时间、输钱，啊，搁误歹身体，啊，搁伤害阿叔的心，算算足袂好个。哪会无人发明一款药，食着了就解昏解叫？你莫伫遐细细念啊啦！这一排个厝边头尾，大家拢伫遮播，嘛是你招个啊？哎，呀，我也是还搁要怪我。我甲你招，啊，你就莫参加就好啊！我无甲你逼啊。无安尼啊，从明仔载开始哦，大家哦，做伙来解叫。谁搁播？谁就是小狗。好啊，讲会到做会到哦。啊，若无我大家安尼，我真正实在袂听。明仔载搁上班呢，你是无招，阮无播的啊。好啊，起来休息啊，来困。哦，较早去困啦。哇，好啊！明仔载几点结束？你不是讲再搁播就是小狗？汪汪！明仔载几点结束？汪汪！我歹插耳，我倒来困。哎呦！啊，你搁要讲啊？今晚有阿妈修理，明仔载准备有阿舅修理了。我实在有够歹命啊！什么傲车嘛？三更半夜你来害去！傲车你当我车？真是有够衰啦！打牌嘛输啦，车嘛歹去，弄个什么林金贵啦？早是要死人两根物件断啦，害你衰衰到即嘛！真好啊！三更半暝就要变怎转啊？啊，十十！事情是愈来愈唔是款啊！愈来愈离谱啊！到即摆还袂转来，这个老手哦，啊你若转来哦，看我哪跟你算账。这点查甫人啊，一点拢唔知影人咧替伊烦恼。等来啊！小人要不困，你要创啥？我是咧烦恼你啊。我是怕吼，这么暗啊，你唔知走。烦恼啥？烦恼我搁花天酒地啥？邱伯全，你这人哪安尼啦？
哇，我对你有够吞忍安尼，你哦，莫软土青骨哦。拜托你，你念煞话啊！从即摆开始哦，你去收你的佛，念你的经啦。我就拜托你，莫念我就好啦。什么意思？什么意思？我意思是讲哦，你哦，即摆一天到你外口做迄做这个代志，店内生意用不去做，你了钱的生意，什么路用是吧？你唔知影，这叫做福慧双修的代志啦。我赚的哦是功德啦。什么功德啊？你真正是一个唔知教育的念头，食碗来洗碗我啦。这种代志哦，敢戆人都做会出来。规日甲你讲遐济拢无采工啦，我来辛苦啊。对啦，我的车歹去啦。已经叫人拖去保养厂修理啊，明仔载再去哦，要拿3000块的修理费。咱自动代志准备就好。知影唔对就好啦，上少你即摆比以前较歹代志。老周，老周，啊！你最近哦，有啥物重要代志要办无？我也不是啥物重要的人啊，哪有啥物重要代志？对啦，华联甲台东哦。你捌去过？伊遐尼远个所在创啥？遐远阁遐偏僻。华莲的风景嘛足水个呢，假使讲吼，咱爱去华莲吼，就爱往台东去啦。啊，台东的风景吼也足水个呢。对啦，啊老邱啊，啊你最近哦有欠钱无？譬如讲啊，油钱啦、
或者是要去应酬呢？你是要给我钱，还是要借我？你若是有需要吼，我当然给你啊。好啊，好啊，莫伫遐假啊！有啥物代志哦，做一摆讲讲的。你有啥物目标？等你想讲的，我再理会。哪有可能？啊，我凊彩讲讲的吼，你凊彩听听就好啦。你哪有可能再要去华联的，对无？啥都无可能。我早就想要去华联啊。你真正想要去华联啊？我甲你讲吼，华联的风景哦，实在是有够赞的啦。我唔是要去看风景，我是要去见你迄个师傅。你真正要去见师傅哦？嗯。哦，你真好真好真好，去到遐吼，你就知啦。啊，阮的师傅哦，是有够有智慧的，有够慈悲的啦。我唔是要去听你的师傅讲道，我是要去找伊理论。哎，老舅啊，你莫学袂来哦。你凭什么找阮的师傅理论啊？你要家理论啥？我才要去看呢。看你这师傅哦，到底有啥物天大的本事？是安怎哦？你会用接袂？这某是我娶的呢。啊，是安怎你拢听伊，拢唔爱听我的？好，算啥听，算啥听啊？我哦，不敢劳您的大驾。袂用的。是安怎你讲了准算？我一定爱去。既然你这个师傅这么有本事吼，那你搁较爱见我，对无？顶一届我是无看清楚，这届我才要看卖吼，到底你这个师傅吼是什么不得了的大人？好啦，我就带你去见师傅啦。看你这个硬石头哈，嘛需要高人甲你指点指点啦。嗯，看是不是让顽石点头啦？啊，不过我先甲你讲哦，到时阵你的服装仪容，还佮有你的态度吼，你较注意的。我的师傅哦，是非常的庄严的，知影无？多谢你啦，我的代志哦，你去操办。偌高，遮你看卖，偌高。就安尼哦，对，袂安怎？修理破啊啦！啊，你穿安尼，都要对外行啊？哎呦，会用啊啦！我同你讲啦，我今换吼新的短裤甲靴子啊呢，正好伊面子啊啦，上车啦！你是去有什么惊到哟啦？
啊是安那啦？早起毋是去做乐队？啊是安那？阿笑，今仔日我心肝内足深的感觉。啊是啥物感觉？毋着讲来听看卖。做乐队这么侪年，非常喜庆。嗯。有一款问题，我从来是无想过。今仔日毋知是安怎呢？突然间，我感觉足艰苦的。啊是安怎会安尼？你在艰苦啥？我伫想，假使若是一天，像你讲的，我倒落去，啊，你要安怎？而且我家己愈想愈唔甘愿啦。啊，你啥那唔甘愿？我袂甘愿，我原本好好，身体健康。嗯。品德优良，嗯，家庭阁幸福啊，嗯，而且我阁有才华，哦，啊，我阁有一间收入稳定的干妈店，嗯，以后我的后生嘛会足敖的，哦，我应该足幸福的。啊，你拢无想到我？有，我袂记讲尔，我有一个欠卡，阁美丽的某，我应该足幸福的。啊！你到底咧唔甘愿啥？我唔甘愿是因为，卡算若是我家己食薰，规暝无睏，外焦身体不歹去啊，人死去，只翘翘倒伫遐，想想的就唔甘愿的啊！我真欢喜你会当安尼啦。啥？你欢喜我去死？我的意思是讲，我真欢喜你会晓安尼想。啊！不过阿笑啊，讲还讲，想还想，做还做，人就是安尼啊。嗯。无简单感悟。啊！不过，家己伫内底看袂清楚的时阵，死嘛是甘愿啊。迄个时阵，想熬了就要反悔，反悔的时阵就袂赴啊，还阁要安怎啦？哎，家己还有决心吗？阿笑，我甲你保证，我敢甲你保证。你敢甲我保证啥？我敢甲你保证，我等下看到阿王因啊，我这个好的想法真紧就袂记的，真紧就倒转去食薰、跋筊、死嘛甘愿的日子啊！啊，你拄只讲的毋通废话。啊，毋过我有想过啊。阿笑，咱来等下。哎，阿笑啊，你拄仔看到师傅，感觉安怎？重要的。嗯，安尼你感觉你家己的态度，还佫有清茶，又佫是安怎嘞？真凊彩啦。嗯，啊，你拄仔吼，毛听着师傅咧讲哦，讲哦，拢是我唔对的哦，讲我无做好一个做人家后的本分哦。啊，你听了，你的心肝是甚物感觉？我听了足欢喜的啊。嗯。你这师傅。教识了真对啦，早就应该有人哦，好啊，带你修理。
嘿，阿贵啊，我真正想袂到，参照你这款好爸母，竟然这么温顺啊！你师父面头前哦，安尼偷咧咧，打都唔敢打一下。吼、哦，我敢那看你种哦，安尼大气都唔敢喘一下，你乖乖听话，迄种表情哦，我就感觉足紧啊！你这师父吼，真正了不起啦！这座我不变，我真欢迎我来。啊对啦，阿贵啊。我都未问你嘞，啊，你的感觉是安怎？哇，嗯，我是予你欢喜啦，欢喜了哦，才阁讲啦，回家啦。嗯，吼、哦，你心病。阿贵啊，来当聊聊你。你无看我咧无闲哦，你把我当作神道啊？吼吼，我著讲咧，哪有遮简单啊？啊，凊彩来试验一下，你著破功啊！这两天事不是伫我的面头前咧来咧讲，啊，甲你家己翁婿吼，当咱主人安尼奉待，你计较对去？对啦，你唔食对。是。师父有讲过吼，假使一个做红事，一直拢无法度体谅做家后的辛苦，佮家安尼换来换去啦，那呢，这个做家后的吼，就要提出七辈富内面的必富的精神，来奉待伊的红事，来感化伊的红事。哦欸，你听看咧，都有知识的人吼，你讲出来就是无同款。任劳容易，任怨难，师父的话吼，我一定会记的啦。哇，会伫你面头前哦，做牛做马啦。还佫有啊，师父哦，爱我做知识富，有能力，啊毋过哦，爱是一个温柔体贴的查某人啦。哇，负担加大啦，都袂那邀功啦，嘛袂那以女强人自居哦。看最后哦，是毋是会当感化你即款的后生？阿叔讲哦，我甲七辈富中的前五富哦，我拢做甲到啊，伊也是恶性难改吼，我就会当甲你离婚啊啦。哎、欸，唔对哦，真正唔对哦。吼、哦，吼吼吼，我了解，我想清楚啊，原来是安尼啦。吼、哦，原来是安怎？嘿，阿贵啊，嘿、欸，你这事吼，真有智慧，真会讲话，我想清楚。我原本就是讲哦。伊咧教是你的话吼，是你骂你呢。欸，即摆我收才了解，伊咧讲话原来拢是教是我呢。够厉害，这招真正有够厉害，太厉害太厉害。啊，原来是安尼啊。啊，是真还是假？阿贵，国权迄款的个性，哪有可能见到迄个师傅随便成迄款？迄是因为师傅哦，足庄严的啦。啊，恁都唔知影咧，迄国权吼、哦、去见到师傅的时阵是啥物模样咧？根本都是一个流氓啦，佫真粗鲁呢。哦。嘿，结果吼、哦，伊看到师傅的时阵是啥物款？恁有？阮哪会知啦？你讲阮听啊。啊，我袂晓讲啦，我袂晓形容啦，足好笑的啦。啊，无你就按伊的形，互阮看。哦。嗯，好啦，迄老手吼、哦，啊无见到师傅进前是安尼，你拢知啦，足摇摆啦，嗯。结果师傅一出来，给他